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是顺利民意走和平发展的正道，还是背逆民意走挑衅对抗的邪路？关乎广大台湾同胞利益扶持，关乎台湾发展的前途，关乎台海和平稳定，是台湾地区新领导人必须严肃面对、明确回答的问题。黄世聪、李正浩、王义川、李北辰、刘宝杰等极少数台湾所谓民主、罔顾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，蓄意编造有关大陆的虚假、负面信息，并通过电视、网络、报刊等媒体大肆传播。他们的错误言论蒙蔽部分岛内民众，挑动两岸敌意对立，伤害两岸同胞感情。事实清楚，情节严重，大陆方面将依法对上述五人及家属实施惩戒。